你好，几年前 Audio East 推出了一套名为隔壁啊 Next Door 的脉冲相应，目的是让你的声音听起来像是来自屋内其他地方，甚至是屋外，比如隔壁的派对或者楼上的打斗，诸如此类。在后期制作中， Next Door 被大量使用，比如 Audio East 的音效设计是朋友科尔·安德森。当他搬进他在贝雷斯维尔的新家时，我去看了他，我们一起采样了20个新的视角，我们称之为 Next Door 3。现在，我想用这个干音柜向大家展示其中的几个采样。所以，现在我要把这条轨道在房子里移动一下。这里是 Altiverb 7 的 Next Door， 免费的，谢谢观看。